今天慧可君教大家画写意螳螂吧。先画出头部，然后斜着画一条竖线，按压笔锋画出翅膀，在翅膀下画一条曲线，就是身子。用墨色画出身子的竖线纹路，还有顺着翅膀的纹路走向。螳螂的前足像 N 字形折起来，后肢是简单的对折。最后勾线笔画出触角，一只写意螳螂就画完了。